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9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 NA 推出的 Jeep 吉普车，至今到 G1 的探长，这个车型看上去还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看啊！目前网上看到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啊！有一个号称 MP 级别的一个变形，它附带的配件给各位稍稍看一下，这个需要自己组装的一个笼子，但是它这种笼子的话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就是只能由下往上打开啊，我印象中。动画我已经不太记得它到底是左右开还是上下开了，那还有附带一个机械史派克的一个腿，那这个就到时候组起来再给各位做分享了啊。那另外有一个车顶盖的话比较可惜啊，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做一个小配件啊，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类似盾牌，但是玩具本身目前没有附带上面。然后呢，这个啊是一把枪，这个是做成这个吉普车的时候才去使用的，目前我们暂时也就不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本体了啊。附带了一个武器，然后这个武器是直接附上特效件的啊，有一个银漆的涂装，全都可以转，肩炮也可以上下做一个转动啊。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前后左右，造型可以说非常的扎实。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它这个轮胎的这个结合的这个卡扣啊，它的这个卡扣变成机械的这个凸呢，跟变成车的时候那个凸是不同一个，是一个内一个外。那我手上这一款呢，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呢，是稍微有点偏。松的，我把这个凸呢给加粗一点点，加上一点点胶水，它就变粗了啊。可惜有些时候不能这么做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人物的话，背后屁股这里有一块这个折叠的这个脊椎骨的部分呢，在变形的时候有一点微妙啊，说不上来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你就按照这个形状呢把它给压到底就行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啊，肩炮可以动啊，左右可以动上下啊，然后呢头部。左右转动球形关节啊，面雕算是好看，眼睛是金属的一个蓝色，手臂的话呢上方有个空洞可以完全平举，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，手肘弯超过于90度一点点，那腰身也可以转动，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腰身啊终于是紧的了啊，脚的话呢前屈侧踢啊，那这个脚的这个接地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限，虽然是一个球关，但是呢由于造型的关系，它那个左右张开的幅度呢是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，整体玩具的涂装啊、质感啊、拿在手上的一个分量感啊，虽然是小型的玩具，但还是相当的不赖啊。那是一个、这个狂派的老大 Megatron， 因为那个 OP 我现在收起来了，回合了。那这个 Megatron 的话，因为我是经常放在电脑桌旁边啊，所以就拿出来做个对比啊。所以这一款探长的一个体型的话呢，也算是小比例当中呢还比较偏小一点的了。那我们来进入它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形环节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希望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，然后呢，两个手臂啊，从这个地方两侧这里往两侧把它给推出去，这里一样把它两侧给推出去。推出去的目的呢，是我想先处理这个脑袋啊。脑袋的话呢，说明书已经有提醒我们，建议先把它转180度，然后呢，这个部分呢给推出去之后呢，翻折，转一圈之后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再把头呢给塞进去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先把两手给拉开啊，拉开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头呢才能够放进去。手臂的变形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啊，主要是这个地方要翻转180度，然后轮胎就在外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转动的方式呢，因为这里有多重的关节，各位可以记得你翻成这个情况下呢，它的这个绿色部件必须转成这个方向，它有一个，你看到它是一个 L 型，这个 L 型必须朝这个方向啊。这个地方比较难解释，各位直接定格住这个画面，你来比对就知道了。后面的话呢，这个部件推进去到这里，然后你稍微把它翻下来到这边，试着呢这个地方一个双动关节推过来啊，这里有个小部件，这里推出来到这边，好，到这里，它的一个拳头再往上面推到这边啊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。轮胎这个侧边，那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一个腹部这个地方给整个给打开，这里敲开来，先把它整个往后面推出去好了。那我们先试着呢把这一块部件，可以把这块部件给往中间推进来了啊，到这边转过来，到这里推进去。那这里记得这个脊椎骨这个地方左右两侧有灰色的凸，要扣进手臂内侧这边啊，干脆先变到这里好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因为它这个变形的话呢，初次变形的时候呢，可以说看说明书也你也不一定看得懂。好，到这里
另外一边的胳膊的话呢，我们就也变一次给各位看了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拳头这个小臂这里打开，有一个小部件，记得把它给推出来，拳头先往内折一下就行了啊。那我们把这整个车轮，它本来是在人的背后，现在把它转到前方，然后呢这个胳膊往后面放过去。原则上呢，就是记得啊，在这个如果你是这个面来看的话，这个 L 型是这样子， L 型这样过来，然后绿色部件尽量往上推，这样子放进来。那记得这样合进去，合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球冠的开口处一定要朝车子的内部啊，朝车子的内部，代表说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代表我们这个转轴的话呢，是被固定住某一个位置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折法啊，它是把里面绿色部件这一片先往上面叠上去啊，这样子。哎，不对，转错了，这个绿色缺口就要朝内啊，然后这个地方转过来，这个地方推过来到这边，哎，你看这样一来它才能够到一个正确的位置。所以记得这个球冠的开口处啊是朝内部啊，刚好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。然后往内推进去之后呢，这个拳头侧边啊，不对，小臂侧面有一个缺口，刚好可以对上这个凸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严丝合缝的呢去把它给对上去啊，这个地方做一点调整，把它给扣上。那腿的变形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吧是比较，应该是说比较好解说，但是也不见得说是比较难啊，我觉得是比较好解说啊。首先这个两个脚掌把它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里面你看得到都把它给翻开，然后呢这里翻转180度，然后呢把这个脚后面脚后腿的这个部分呢给整个给挑出来，那有一个部件呢把它给打开。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？把它这里往下打到底之后啊，不对，是往前面，应该说往前面整个推出去啊，那这个脚后跟这里翻进来，这个整个给推出去。好，记得哦，这个上面这个部件尽量的往后面推，推到底啊，推到底。好，你看它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往后推到底的，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就顺势的把它放下来，这个往前面推过来，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把它给扣上到这边。好，比较简单了哦。然后这一块部件就是往这里扣过来，那除了这里有个凸跟这里有个凹结合之外，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凸要卡进这个沟槽里头到这边。好，把它给摁下去啊，到这边啊，你也可以先不摁下去，因为可以两腿到时候先结合。那我们另外一侧的话一样的变形方式，首先先把这个脚底板左右两侧打开，左侧啊右侧都把它给打开，两侧都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脚尖翻进去，这个整个脚底板翻180度，然后呢把脚的一个后半部这里整个给打开啊，整个都给松开来。好，那记得了啊，这个时候把它整个部件叠这样子，然后轮胎啊不对，座位往上推起来，然后这块部件整个往后面用力的推过去啊，它是还有一个空间的到这边，哎，到这里啦。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就可以折进来到这里组合好，然后到中间做一个结合。那侧边就比较简单，就这样过来。那这里两侧的话呢是，你看到没有，前面这个小臂的这个臂甲跟脚这个地方上，这里有个咬合的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最后的话呢它还有一些小配件啊，首先的话呢这个轮备胎一样把它扣到后面，这个备胎的凸跟原本那个凸已经不一样了啊。备胎的凸啊到底凸个什么呢啊，然后呢它的一个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它的一个细节，轮子打个铆钉，然后有一个驾驶的位置以及方向盘啊，然后挡风玻璃啊是使用了一个透明件，细节什么都还有。那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有一把这个枪啊，这个时候枪就是扣在这里的，就是专门给他用的。当然你另外一个啊肩炮的这个火箭筒的这个一样可以扣在上面啊。我们把它给你看那个轮胎被我碰掉了啊，到这边。但是角度啊抬不太上去啊，果然是有点可惜。我们把它给扣上。以这个小车的形态来说，这样子已经很精美了，非常非常的精美。我们拿出一个，这是官方的 Deluxe 等级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非常小型的玩具。它还有附带的一个这个车顶盖，这个车顶盖我觉得有加分啊，我觉得吧，
就是把这个武器你就说拿掉了，然后这里有两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然后前方啊什么的，这个扣上去，整个小车的形态我觉得有更加好看，毕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这个话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 NA 的吉普变形的话呢，初次变形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有挑战性啊，主要就是这个手臂啊要做一个翻转啊，前后的翻转，脚的变形比相对来讲比较好去做一个记忆啊，那只要变过一次记忆点都是很强的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